大家好，虎皮兰作为观叶植物非常受花友们的喜欢，在家庭养护当中，特别是在室内养护，我们不想使用有机肥，因为有机肥气味大或者是招虫。接下来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养护方法。在室内养护虎皮兰，我们一定要摆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，有散射光，有利于叶片起到光合作用，让这个叶片呢生长得更加旺盛，更加有力。植物的生长离不开养分，室内养护我们施肥用复合微生物肥。使用的时候呢特别简单，我们从花盆的边沿买一条沟槽，然后呢一小铲放下去围填土壤就行了。虎皮兰的根系啊属于一个浅根的植物，我们不要埋得太深。平时浇水的时候呢，这种微生物肥很容易溶解，被植物的根系吸收，土壤中的微生物丰富了，可以促进植物生根长根，提高抗病性，增强虎皮兰的抵抗能力，同时还能改良土壤，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，能防止土壤板结，最关键是能使沙质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变强，促进土壤形成更好的团裂结构，提供给虎皮兰更好更健康的生长环境。微生物肥能使沙质土壤保肥保水能力更强，更有利于虎皮兰的生长。我这盆虎皮兰冒出了非常多的新芽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养护的，而且呢是放在室内的。好了，再见。